大家好，我是丽丽。我现在给自己选个礼物，天冷了，给自己买条围巾，大家觉得这好不好看的？好红的，红红火火。然后他们柜姐都推这个给我，说我这条比较精神，还是比较配我的。大家觉得，我自己也觉得还好了，这条。大家看看这个咋样？他们柜姐说这个颜色比较适合我。고
终于洗好碗，收拾好，冲好凉，可以休息，可以休息一下了。然后晚一点就剪视频，给大家看看我今天买的围巾，自己送给自己的新年礼物。啊，这围巾，它平时不做活动的时候，我还是有点舍不得买的，古驰的，看看好不好看。这颜色它不是特别艳，本是想买红色的，但是柜姐说好像红色的也，红色的好像她说没有这个衬我，她觉得这个衬不衬我的？这个，我在香港这么多年来还是第一次买这么贵的围巾，这个原价是2800，现在因为做活动嘛，就减了一个500，就是到手价就是2300，羊毛的。这个牌子，这围巾都是贵一点的就100多吧，多数都是几十的、几十块钱的、上千的，而且这个2000多的还是第一次。犒劳犒劳自己，粉丝们都说要对自己好点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，喜欢我的朋友请关注我，拜拜。